面吃的，你赶快吃吧。杀人，更没有贪污，是他们印栽赃给我的，你一定要相信。哎，他头回来买上多啊！干你！我你讲啥？车开来，快进来啊！快！不是那么容易找的。块六毛七毛，还你34块。何律师，文佳哦，到时候我们也要被抓去关呢。谢谢姑丈，不要那么客气。就到了，没关系啊。哎，沈杰啊！你的家，爸，我也担心相安。卖几刚刚拍拍照啊，两个小狗一个哈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吗？